哎，老。开局郑怡静还是打得不错啊，3-1领先。伊藤的开局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。开局啊，伊藤自己的发球轮次啊打得不够好啊，4个球才赢了1个，这也是他的优势轮次。郑怡静的战术还是很明确啊，直接就发伊藤长球，反手底线的长球。两个人开局到现在啊，基本上都是前三板的控制争夺比较多啊，几乎没有形成多拍的相持球。好球，确实打的比较多啊，两个人交手的次数比较多，也比较熟悉了。郑怡静从开局到现在啊，一直是在发底线长、中间呀、反手啊、落点一直变化。突然间变一个短球。从开局看，这第一局啊，郑怡静的战术打得比较成功，而且第一局呢，伊藤的失误还是确实偏多啊。球准备的很充分，郑怡静。哇，这球发的很长啊，质量非常高。第一局啊，11-4，郑怡静很轻松的就赢下来。其实第一局一个是郑怡静的战术打得很直接，我就是以发长球为主，还有就是伊藤自己的发球轮次啊打得不。其实这也是跟伊藤打比赛比较好的一个战术啊，战术套路。果然伊藤的发球啊，站到正手位去发，加强了变化。今天伊藤的上手啊，不管正手反手啊，命中率不是说特别的高啊，还得发长了。这球变得很大，还原慢了，可能感觉这球要得分了，因为变得确实很大，还原慢了。这两个球
郑怡静发完长球没有用正手啊，其实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用正手去强攻了，而且上手的质量啊不如前面那么高了。拉拽，这个战术是没问题啊，把节奏放下来，想要拉拽，但是没有拉到。伊藤还是通过他自己发球的变化，确实在这一局自己的发球轮次掌握的不错，而且长短啊，包括发球的战略变化很多。现在明显感觉伊藤更主动一些，啊，郑怡静刚才3-1领先之后连输了5分啊，后面的节奏啊感觉不太对。速度真快。这球有点挂了，郑怡静还是要多用自己的正手，其实跟伊藤去打这个环节的话他是占不到便宜的啊，因为像前三板短球啊，伊藤用生胶的控制的旋转变化，而且伊藤在近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对，还是郑怡静还是得要去积极的用正手啊，3-1领先之后就没怎么用过正手，全是反手。这个球就有节奏变化了，其实伊藤也两个人打了很多次啊，互相比较了解，伊藤也知道其实郑怡静的反手没有正手好，所以其实打到这个环节伊藤并不虚啊。对，郑怡静还是比较多用正手。发球失误啊，这个追球的质量太高啊，想发的很底线。这个长球的效果其实非常好，跟伊藤打这个战术啊，伊藤会很难受的。他要不侧身用正手的话，光用反手去接，很难去接出很高的质量。好球，这个战术打得非常好，直接到正手长，然后再回反手啊，去调动伊藤，你看，直接正手长，再回反手，然后正手再进攻，这样伊藤的位置啊就乱了，10-9。
11-9，伊藤拿下第二局啊。其实这一局，这个郑怡静呢，其实现在战术打得很好，发球以发长投的多，但是郑怡静要多运用他的正手，正手他的杀伤非常的强，给伊藤去制造压力，包括去调动伊藤，所以两个人啊，战术其实打两局都很明确了。那伊藤的站位，发球站位又变化了。这个球节奏就不错，放慢。嗯，好球。对，反手不用快，我就拉的慢慢的，高高的转转。对，有机会。你看这个球。而且有机会啊，发力也不要去伊藤的反手，要中间正手位，反手很容易防回头，而且伊藤的注意力啊全在左半场。好球。这个球战术啊非常好，其实接伊藤的发球没有必要去强行掰断，你看我可以慢的加转搓个长，伊藤第一板正手的上手他只要不是拍，他要拉的话他的质量没有太高。对，你看这个慢搓长效果非常好啊。这一局郑怡静开局啊整体的战术打得非常好，接发球。那这一局伊藤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又是吃很大的亏啊。哦，好球，这球直接快带直线已经是连击了啊，伊藤打在身上然后再打过来的，所以是连击。来，好球，战术打得非常直接。其实这个战术啊真的是伊藤很难受的一个战术，打他伊藤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一局整个就是第一局的翻版啊，你看伊藤自己的发球啊几乎得不了分，自己发球到目前只得了一分，接发球也一分没得。好球，确实啊，你看郑怡静的战术发球全发长呢，给伊藤的节奏打乱了。你看郑怡静在这一局的战术啊打得真的是很清楚，而且伊藤的自己的发球啊也没有。哇，好球，这球真快，这也是
这几局为数不多的多拍相持，那伊藤就在近台趴在台子上啊，速度衔接非常快。又开始摆短，郑怡静就打得好，就是拖长啊，对吧？就怕这个战术啊犹豫，不够坚决。对，不要去掰短，伊藤这发球掰短很容易冒。哎，这一局伊藤自己的两个发球就拿住了。用正手了，郑怡静，对，非常，现在的节奏是非常好。嗯，伊藤接发球的变化，你看也不弹接了，弄了一个侧旋用生胶，节奏一变。啊，这就是伊藤的变化，他调整，他就是说的手段很多，尤其是反手生胶这边去接发球。这球接的没有问题。你看接发球，我劈，只要是郑怡静劈长，效果都不错，而且还要保证他就是郑怡静反手的命中率啊，在这一局命中率没有前面第一、第三局那么高。好，这节奏非常好。哎，打的伊藤很难受，伊藤现在就形成相持啊，很被动，你看站得很远。他没法在近台加速度，这就郑怡静的战术就已经成功了。好球！嗯，这两分啊，郑怡静的战术打得非常成功，但节奏并不是很快啊，要调动伊藤。伊藤要叫暂停了，我估计。嗯，确实是。今天伊藤的主动进攻的失误。哇，这个战术啊，你看连续的，刚才那个球就是直接正手搓正手，这个是反手直接搓正手长。真清楚啊，打的。那伊藤的注意力全在反手位，发球继续会发长的。好球，中间长。这是一个机会，嗯，你看伊藤侧身接了，他也知道他现在反手接过去的质量太低，其实这也是一个对于郑怡静来讲是个小机会，暂时没问题。好，擦边这个球。看伊藤啊，侧身的正手进攻啊，基本都是斜线，
他要打弧线，一个难度确实非常大，而且他这个拍过去的球啊，弧线很平。嗯，非常成功啊，战术。那反手呢，退出来，不跟你拼速度。今天郑怡静的战术打的真的是很成功啊。好球！其实郑怡静今天跟伊藤打。